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来吧，南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迅捷步伐比相位猛冲好用。觉得走运吗？全军出击。感觉我迅捷步伐操作起来比相位猛冲丝滑多了。铁拿没闪了，我觉得有迅捷步伐就行了，因为有个灵光披风在，除非是碰到他们减速特别多的阵容。来一枪，我特意不 A 让你给我打一枪的，咋没默契呢？进最后一枪是400血左右的，我刚才红 buff 还有个500多，差不多600。看上去和挠痒痒一样，好干啊！这两个人都是暴脾气，我发现了。是吧，可以去上路养猪。这诺手估计想卡二，他一级杀了一波剑姬，单吃经验现在很高的。去抓一波，不然这个剑姬要到三了。这两个人一看就是满夫，这种满夫一抓一个死，像这种这两个上单的话，就是看哪边打野先到了，这种上线就打架的他一般都不会做眼的，也不会有防干克的心的，去了就是一个头。可以根据这个场上的英雄跟打法调整一下战术，知道吧？我这把直接控双血了。试试我吧。我带来带去，我发现还是迅捷步伐好用。相对于相位猛冲来讲的话，瞎子还在上，4分20秒这个点的话，他第二圈也刷新了，可以越一波女枪再反他蛤蟆，把线推进去来。哇，起飞这波盆满钵满，瞎子快来了，再吃个大蓝就走了。给他留个小的，免得他没得吃了。这铁男场面还没好，再抓一波。我回家可以买战士刀来。兄弟，点着扎手。又像瓮中捉鳖一样。
还行，六分钟六级的吧，六分钟六级战士刀 ，nice。像断掉的弦。怎么会没二到他那个位置的？他要去送了。这女枪来得很快，他有被动在 W 星来过来，把线日了，再搞他。放松，伙计。快到了，除非有眼。三，加个回马枪。哦，好多人啊。哎呦，没二这波，有二全杀了。真牛啊！挨不到他，就差那一枪。去空先锋去了，我觉得带训练步伐出暴击流更好，顺的情况下的话，但是还是要补个幽梦。上路死了，中路被压制，感觉这个先锋不是很好拿呀。天机来了。先不跟他打，我等个大。他打先锋没那么快的，一个人打先锋得30秒左右，快的话25秒。这时候再过去看一下来。你去追谁去了，兄弟？吓我一跳。看上去和挠
挠痒痒一样。起飞了，起飞了！他把E交了，打先锋去了。这动手怎么不上来？上来感觉可以一起吃一血塔。这个线太长了，我感觉他大好了，他大好了，我走不掉的。再换一个别的英雄，我自己单吃这个一血塔了。你来呀，跟我客气啥呢？你搞得这塔皮我不分你一半的样子。你去往右边走，我从正面过来，你往下面包抄。直接拽回来可以。八级追着九级打，这个剑姬他有点害怕。哎，没事，他这波抓了挺好的，狐假虎威我没出现。他这第二波剑姬要跟他打了，他再跟他干一波，这波剑姬会跟他打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你好稳。虚张声势，拽一下，拽一下，无情铁手。不踢吗？他有大，主要是。小心金水有大。别踢。他绝对有大的，怎么不拉呢？我看他这个样子就是有大的。我跟他想秒的是女枪，没眼，配合我一下。注意了吗？我不能进去，我进去他拉我，我就死了。这金属贼克铁，不是这个金属贼克男枪的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比这个金属多六个头，高了两级没打过他，还躲了他三个技能，直接被他开二关里面直接活生生敲死了，太离谱了。我每次大优势都打不过他。玩什么？
松，伙计。A 就完事了，出暴击好一点。等我装备成型，好吧。打野能带相位可以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带迅捷步伐更好。我看 OPG 上面也是带迅捷步伐的多的，我相位带了三四把，用的很不习惯。好摸，但迅捷步伐还有一点可以回血，打打的就回上来了嘛。你出一些高攻击力的装备，回得很快的。你现在 A 一下能回100血。小子，这个点不要想的一换一，所以换一个比较关键的，不然这个点瞎子拖节奏的，一换一没有用。这个点瞎子拉人头没啥意义。来了，就是你妈的打不过他。我装备其实好了很多，虽然我这波没有大了，但是正常情况下换别的英雄应该是能打得过的。没事了，我这波有暴击环插，他拉我进去得死了，我把他E还躲掉了。为什么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男枪会不好打金属的，就是因为男枪他的 E 啊，纯爷们儿，这个快速拔枪的被动，纯爷们儿，你护甲高，他吸的你护甲也高，就是你护甲越高，他吸的越爽，你打他就越不疼，知道吧？你的就等于是我的，我的就等于是他的，哎呀，太恶心了。这就跟巨魔打坦克克坦克是一样的原理的。你又没魔抗，男生一般来讲这个点不会起魔抗的。刺激的，这回家好像也买不了装备，差点钱。
我这暴击基本成型了。把这个高地上一下，剑姬在后面，得给他偷屁股。哎呦，碰不到他呀，他手比我长。先溜一下，先溜一下。被他点个 EQ 冷傻了，我都还没 A 到他呢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来个火炮，就是干，不要怂。我记得以前迅捷步伐的话可以暴击啊，现在不能了。对中门对狙，看谁射得更猛一点。那很明显好像是近更强，来来，你去前面探一下路，兄弟。屌你妈的，有东西。哦呦，凯旋救了我大命，兄弟，迅捷步伐，他暴击一堆起来就不一样了。哇，外面兄弟打得好呀，给我回了一口凯旋。没这个凯旋，好像我死了。迅捷步伐也回了100多，迅捷步伐回一口120120。出暴击打铁男比出穿甲厉害多了，出穿甲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同样的经济装备，穿甲就那么一套，暴击的话是持续伤害持续爆发，缺点就是暴击需要成型，穿甲的话一件就很强，所以我们要出暴击的话也要买一个穿甲过渡一下，不然前期伤害太低了，直接裸无尽的话很低的，减速一下。炮立功了。